啦好啦，咁啊食完鰻魚飯啊，喺翻呢個四目站嗰度開始，咁啊見到有足球小將嘅標誌啦，同埋啲四目附近嘅呢、這個呢度嘅足球小將雕像，第一個就係最近呢個咧一號呢度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，咦，睇唔睇到？呢度係，呢度就係第一個，跟住兜翻到圈第二個、第三個，然後就一路上上上上上，第四個，跟住過馬路第五個，係啦，個路徑大概就係咁。咁我哋而家去揾第一個娘仔先。好，嚟啦。咁啊，轉喺呢個地 Family Mart 轉右，係啦。行翻出嚟，咁啊，轉直去，直去，我唔知道夠唔夠電，玩好似冇乜電。頭先等鰻魚飯等咗一個鐘啦，唔係等入座，等煮鰻魚，咁啊，一直行啦，一直行。一直行咧，你變到有一個綠色嘅地方喺前面。咁啊，呢度就頭先我食鰻魚飯嘅地方啦，正啊 ，OK 噶，好食噶。咁佢有一隻出名嘅飼養鰻魚嘅，全日本最出名嘅，咁你可以過嚟食啦。我唔記得叫咩名字，老人痴呆，講完就唔記得噶啦啲嘢嚇。好，咁啊喺呢度，咁啊第一個。好，找到第一個。這裡附近有五個，下一個站就有三個，那total有八組的。是，第一個，在這裡，梁仔，石崎梁。是啦，石崎梁，Captain Tsubasa，南國隊14號後衛。最出名就是顏面擋球，我不識日文嘅，都係估嘅啫。好，咁啊，第一個揾到，跟住行過對面，我不知道得唔得㗎，我都係估嘅，有啲路基背咗出地圖就算。好，咁啊，兜翻轉頭，左定右啊，大哥？兜翻轉頭咧就。過了一條橋一下，但是不知道在哪裡。好，等一等這條片斷一斷先。 One moment later， 應該在這邊來的。是的，那就轉右，轉右走到這麼上下，有個公園仔的。那第二個我都是跟回原組，有一張圖有八個，我跟回他那個大概的路徑。咁啊，大家揾啊，時揾呢度住宅區啊，唔好騷擾到人，同埋有啲車行過嘅話，轉跟住呢度轉左，再轉右，應該係咁上下。大家唔明啊，等緊自己去到個站嗰度 download 張。拍了一張地圖，跟住就行啦。係啦，喺見到個公園啦，四枝木公園。係，咁啊應該有第二個見到啦。咁啊，嚇我等間影俾大家睇啊。咁啊，四枝木公園係啦。咁啊好，跟住你行右少少咧，右少少，哇，小心嗰啲碌一碌碌。跟住就揾到大智慧，大家等一陣啊！我特登係買呢個手搖棍，防止喺度喐下喐下。咦？唔係大智慧，係小智強嚟嘅。咁啊，第二個小智強係唔係好高嘅，又好矮嘅啫。嗱，我個水平個高度就喺呢度，我一米八依家手嘅高度。好，跟住就。小智強，日向小次郎，明和 FC 前鋒十號啊，係啊，板虎射球，2014年3月16日建立。
好咁啊，跟住就停一停，轉頭就我睇下第三個喺邊。老人痴呆記唔到咁多位，好好啊，咁啊，拜拜小志強。咁我哋兜翻轉頭，呢邊出唔到啊，應該咁啊，行呢邊逆市反翻轉頭方向，頭先嚟嘅方向啊。不過今次就一直出啦，唔使去。睇車啦，有呢支棍真係好，隻手中意點擺都得，佢都會 lock 住咗個方向，咁啊唔係好搖嘅啫，我覺得啦個玩具，大家俾啲意見，呢支嘢800多元 ，Osmo Mobile 2， 係啊，比較上。出咗大半年啦，咁我哋要揾另外一個公園，係啦，二號就係小志強，我個圖，三號就唔記得係邊個。咁啊，大志偉有3組嘅，佢有一組就同盧比道一齊嘅，係啦，有另外2個咧就係自己嘅，係。跟住再行咯噃。看看威風的他，雙腿好似波打，老婆踢波頂呱呱，有嘴巴嘅都讚他，身手最堪瓜，小子子可交，陣發腳發一練夜練，哎呀電能量不足，繼續20%，腳發。真功夫冇花架，哎，呢度有个牌噶啦，会呢度有个啲灯柱都写住噶，系啊 ，jukebox， 啥好，写得好夸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，哎，冇应对，射波招式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啊，第三个见到啦，有个牌。攻啊攻，快搶攻！射啊射啊射啊吧！穿梭對手之間，獨有腳法像幻想。歡呼聲與讚美出於他腳下。攻啊攻，快搶攻！好，呢度有個牌咁啊，跟住入啦。我都唔知嘅大佬，有個牌寫住。呢度公園，好 ，OK 啦，搖擺嘅幅度我覺得可以接受。咁啊，見到一個球場仔公園啦，我唔知只嘢喺邊，喺邊啊？咦，呢個係Welcome 大智慧銅像，智慧好，咁個銅像喺邊啊？阿哥喺度，哇！呢個高好多，呢個高好多，原來禁煙啊！呢個高多比起小志強同埋呢個梁仔嗰個像咧高好多。Triple 咁就係嗱，頭先咧我咪話俾你聽，小志強我伸直隻手大概有幾高嘅，咁呢個就係大智慧啦嘛，大智慧，智慧，好，咁啊有段嘢啦，自己停咗個 screen 讀啦，我唔知做咩少年大賽啊，諸如此類優勝啊，勁啊，好勁好勁啊，中高橋洋啊，乜乜物物咁啊，諸如此類啦，角色是佢，佢。咁啊咁我呢度咯，頭先嗰隻嘢就頭先唔係嗰隻嘢，頭先小志強嗰個就啱啱喺我頭頂就係我嘅手，而家佢就喺智慧嗰、那個望佢有咩7幾啊，冇我咁高啊，咁啊但係已經好高啊，個底又有咁上下啦，
好啦，咁啊揾到三個咯噃，咁啊跟住我哋等一等下條下一段就係第四個，我要揾翻條路。好，咁啊我知喺邊啦，我行咗一次頭先，行錯咗，所以而家要再行過嚟咯喎。咁啊，去完大智慧嘅像啦，跟住轉右啦，跟住咧有個小路口嘅，唔係頭先嗰個嘅，另外一個小路口。咁啊，一出嚟喺，跟住就轉左，轉左之後咧就去到一條大路度啦，係轉左。咁我哋下一個像咧就喺一個十字路口嘅橋底度嘅，係頭先我行錯咗，行咗去遠咗嗰個，我俾嗰啲路十對地圖十分唔清晰，係我死都賴嗰啲地圖，係啦，咁啊去到呢度啦，出到呢度一條大路，咁啊轉左，咁啊一直行啦，佢有兩條路嘅，如果你轉左有兩條。咁啊，行直啲嗰條咯，90度個嗰條路，係啦，咁啊一路去，一路去就得。好，咁啊，咁大家冇咁悶啊，唱首歌俾大家聽。好，陽夜火，燃亮我吧，我滿有信心。沒苦惱，亦無惧怕，青春的火花，讓我心強烈跳吧，跳躍似火花，跨出每步懷自信，不空口講話。不想他永行啦。咁啊，繼續行啦，唔記得歌詞啦。不開心，永不想他快些踢波吧。連身手強的被我都打吧。冷的風問誰怕，將冬天趕回家。曾青春望著漸忘退。起衝吧！好，嚟啦！走到啦，真係走到了。我頭先行錯咗一次，要行多一次。好彩啱啱食完飯，行冇乜所謂啊！真係當散步，消耗翻啲咁肥美嘅鰻魚飯。我頭先第一次就係轉咗條冇咁90度嗰個，去咗第五隻嗰度，而家第四隻就見噶啦，好近。咁啊，呢度係天橋，係咁咧。呢條天橋咧，哇！有架車，咁已經見到啦，有個盧本香盧比道同埋戴志偉兩父子嘅雕像啦，係啦，係咁啊呢度本香盧比道，我睇一睇寫乜嘢啦，本香盧比道啊嘛，太空翼嘅心腹，係啦，太空翼嘅心腹本香盧比道，將佢一身嘅技能教咗俾佢個父子戴志偉，係啊，就係咁上下，當然係假噶啦。是啊，好，咁啊，行翻轉頭咯噃，行翻轉頭咯喎，睇完我第五個，呢個我識行，可以直接去，唔使停。咁啊，直接去，原路翻去，去翻嗰個交叉位嗰度。咁喺個交叉位嗰度咧，頭先嗰個分叉位三叉口，咁就一路直行就係啦。第五隻，不過我唔知喺邊。我就係好彩有嗰個中途有個地圖，如果唔係我就行過咗路，冇電咯，得翻 10%， 可能第五個之後要差一差點，會中途斷咗咧？冇啊！
你俾我去到第五個先，咁樣斷好大鑊。呢度轉，呢度轉都得嘅，係啊，直去，因為慳翻啲水路，唔使行翻嗰個分叉位度，早一個街口轉，係啦，咁啊，呢度有個 call 咩啊 ？Cocuyo 嘅牌，係啦，咁啊，可以睇到就望左邊，你望到嗰塊直去啦，冇第二個牌噶啦。跟住前面又有嗰啲波波燈，即係大智慧附近有波波燈嘅。我睇我命不久矣，哦，行快兩步。好彩今日天陰陰。嗱，呢度左邊頭先嗰個位兜翻入嚟呢條大街，咁啊冇嘢嘅，一路翻翻呢條就 OK。我仲未好熟嗰個高鋪，係，所以就有啲上下調轉咗。因為我揸開呢個戰鬥機嘅，向下即係向上，向上即係向下嘛。咁佢唔係，向下即係向下，向上又即係向上。好，咁啊呢度就係嗰個頭先分叉位交匯翻嘅地方啦。仲未見到喎，嗱，嗰啲燈就喺度，即係嗰啲有波波嘅燈咧，綠色柱有個足球嘅燈咧，但我唔知嗰只嘢邊，好似好前，繼續行啦，繼續行啦，係。一路行就 OK 嘅，好似冇電啦，賣出中。咁啊，有見到嗱，我頭先就係有呢個像，好彩有呢張圖，如果冇就賴嘢。咁沿途都有嘅，叫你行翻轉頭睇大智慧個像嘅，幫你睇咗啊嘛，咁啊唔使睇，我哋直接行翻呢邊，好。應該就到了嘛，唔知喺邊。佢就話喺呢度直行就係、是，但係未見咯。我懷疑個像拆咗。點解咁多 message 咁？就到啦嘛，冇噶咯，大佬去到盡噶咯，呢度已經。喂，點解佢自己會轉嘅？好驚喎，碌棍。唔見嘅。冇嘅。行到去便利店，唔係郵政局嘅咯噃，各式郵便局，係咪過咗龍啊？噃，好，我哋喺郵便局度停一停，等我插下電先啊！呢度郵便局係郵便局，好，我真係發雞盲啊！頭先大家可能已經見到我見唔到嘅嘢，咁咧。在郵便局一路行就已經見到大頭妹，係啊，即係智慧條女，係啊，路比道嘅新抱，好咁啊，大頭妹中澤酒面，係啊，咁啊，俾大智慧食咗唔知幾多次，好呢、這個就係智慧，好咁啊，呢度停一停，我插下電先，好攰。
因為再找最後那三個了。好，咁啊，大頭妹，我哋走啦，好啦，我哋轉左行咯噃。轉左行，跟住就一路向前行啦，仲有三個，咁一個咧就係呢個都係大智慧，一個就係麥太來，另外一個咧就係林元三。差完點係嚟啦，希望啲電夠啦，而家20%電，行三個站應該 OK， 穩穩地。好，咁啊就逃啦，咁啊呢度有個位嘅，大家小心啲，轉右。哇，綠燈嚟喎，清洞，咁啊行快少少，冇兩邊有車，呢度電車路嘅，即係火車路。馬路，有個公園喺度，下個路口過。好咁啊，行路係咪呢度咧？係咪呢個公園？見唔見到？我哋呢邊過咗去啊，佢冇車嘅話就。哇！條橋下邊有個公園仔，係咪呢度咧？唔見噃。好似唔喺呢度。唔係。跟住呢段咧，就因為條片有啲問題啊嘛，冇咗個聲同埋好慢啊，咁我用嗰個快速嘅播放方法，就一路繼續去揾呢個麥太來嘅雕像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其實都喺公園裏邊好快揾到，轉個圈就見到噶啦。好咁啊，呢個就係麥太來雕像啦，11號，係啦，就係咁。好，繼續行啦，呢度出，兜翻轉右，咪轉左，見到有個鐘樓嘅，係啊，跟住就喺頭
行到出去就轉右啦，係啦，一路跟住直行到尾。花圃睇得，好轉右咁嘅直行。一路行，一路行，唔知行到幾遠。消防局，右邊係叫消防局。一直行，因為好遠嚟喎，比較遠啲，所以要行快少少。跟住就行一行，一架車喺度，啲路耷一耷。最後兩個雕像，好像差不多了。好，停一停。好，繼續行啦，紅綠燈過咗，一路行有排啊，行多三四個街口。好，繼續。有間左邊有間泊車哥店，係啦，會，係，咁就係有間泊車哥店啦，就未到嘅，大家記住，又要睇。
咁啊，右邊都有間白色公寓，係啊，咁啊，呢啲邊陲地區就冇乜人。仲有大塔，最尾嗰兩個係林園三同埋大智慧。差唔多，見到個火車站，要過一個火車站喺左邊嘅角落。中央通應該仲爭少少，好啊，咁又去到左邊呢度，有個商店街嘅垃圾閘通，呢個商店街，跟住即刻入嚟，入嚟，咁啊，第七個終於揾到喺邊，入嚟，跟住就第一個路口轉右，係啦。好咧，見到一個好細嘅公園，哇！呢個公園真係超難揾，係因為有個細嘅公園，跟住入邊有隻超細嘅，咁多隻之中最細就係呢隻嘅大智慧，係啦，咁啊，大智慧最細呢隻噶，咁啊。大智慧，好咁啊！仲有一隻，我要插電。好，跟住沿路走翻轉頭，又或者喺呢邊，呢邊都得嘅，好似。好。呢邊跟住行翻去商店街。然后就呢度去到最尾，就喺呢个最后一只林园三。あんまり暑くもないし。咁你大家听到啊，有火车声啦。等火車期間，我哋行入呢個站度。所在喺度。好，最後一隻喺邊咧？呢度冇喎，呢張圖。J
張圖冇喎。咁啊有火車。肯定在這邊的，在這邊呢，最後一個，第八個。好，我就在這個標碼度等一等。好，直接行，應該是直接行。第八個，見唔到，喺度。過馬路，跟住呢度，最後一個，三個，冇力啊，個機已經冇電。好，淋完衫。冇錯，三哥，跟住係啦，大空翼嘅最初咩敵人，跟住一齊攞冠軍，盟友一號南哥，好啦，好，10月13日翻到嚟，兩日後啊嘛，原來有第九個呢個新嘅足球小將嘅碰撞啊，咁啊，我哋由上次最後第八個淋完衫開始，咁我哋轉，喂，轉咗下呢邊，佢有兩條路嘅，咁啊呢條先啱，應該一路去，我頭先行錯咗，直去唔好嚟，有咁直得唔直？住條直路就係啦，應該冇第二個方向啦。
色區議會，咁應該都要直行。好，咁啊，右手邊有個立石中學校，再行前少少就應該係噶啦。係啦，好。咁啊，見到咯，我已經咁啊，到呢度東京都立南角式高等學校，前面就係最後一個啦。咁樣你可以你可以拍照嘅，係咯。咁啊，最後一個係啊。哎呀，見到啦！見到了雙人射球，呢度戴志偉角色唔知咩啊，有冇幫我譯到佢？咁啊，行翻後少少先，係啦，就係呢個啦。咁我可以呢個位影張相，等陣先啊。喂，點樣擺部機咧？好，咁啊呢個最後一個站啦，我等我影翻張相先。係啦，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就俾 like 啦、訂條片同埋贊到 Facebook 陳皮會頻道專頁啦。OK， 好。啊！睇埋個樣先，等一仲有個嘢睇嘅，係啦，呢度佢就同泰來，哎，係啦，同泰來嘅雙人射球，係啊，呢個平成三十年，三月十八日建立呢個像，喂喂喂！停了。